可贵，爱情价更高。在这份案件当中，这个爱情的价是太高了，是吧？已经不仅是净身出户了，而且是负债出户的情况。是的，可以讲这个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那在当时签订忠诚协议和财产协议的时候，他本意是不想离婚，对吧？从他最初来讲，他认为这两份协议就是爱人的一份闹脾气啊，签了之后呢，大家就过去了，就没有事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下一步他的爱人有可能要利用这两份协议来进行一个离婚诉讼和财产的。